你敢有听到这条歌？恭喜啦！这就是正港的台湾 hip hop。把台湾饶舌唱上 NBA， 让达赖喇嘛和美国传奇 Nas 都合作。他用音乐改变世界。所以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啊，大家都会很多质疑嘛，比如哎，你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刚公司改名，你写这种题材不会吗？你写这样子会怎么样怎么样？所以我就会告诉自己，当没有人相信你的时候，你越要相信自己。音乐或许没办法养活自己，但是音乐真的能够改变世界。不怕被贴标签，靠家人接济走过九年低潮。礼拜天中午1点，台湾亮起来，大鸡前进，嘻哈魂。